不，啊，广东话和华语。都大，啱，都得，你中意。华语咯，OK，如果咁你啊，华语，OK。答冇问题。OK，so，大家早上好，好。啊，我是 Kevin 啊，我是今天的 speaker，so 大家分享一下啦，哦，啊，so。跟大家 sharing 这一个八个 effective 的 closing 的 technique 啦。So actually closing 有很多种方式啦，哦，也是看适合大家哪一种自己适合的 closing 咯。So 来，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一下。So 第一个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optional closing，就是讲我们会Advice 就是我们会带着 customer，所有的 closing 都是我们 lead 着 customer 的，千万不要给 customer lead 我们。哦，所以我们 agent 的工作就是要 lead customer。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 optional closing，就是 let's say 我们收到一个 leads，我们会 call customer，我们会问 customer，Are you free during weekday or weekend？我们会直接问他，你是 prefer weekday？比较方便还是 weekend 比较方便？我们不要问他，好像哎，你几时方便啊？这样的方式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哦，我们会直接 lead 他，你是 weekday 还是 weekend？If weekend 的话，你是 Saturday 或者是 Sunday。OK，如果是他会讲吗？如果他不得空，他会讲啊，customer，所有的东西都是 OK，所以你问了他。Saturday or Sunday，如果他讲 OK 星期日啦，OK，如果是星期日的话，你是 prefer 10点或者2点？为什么我会放10点呢？因为啊，如果你看啊，如果你放9点的话会太早，如果你放11点的话啊，你11点 customer 来到 showroom 谈到 let's say 谈到12点，哎呀，肚子饿，下不到决定的，OK。然后他走了去吃饭，他不会回来了。所以啊，我的时间是放10点哦，或者2点哦，给他选哦。如果他真的不可以的话，他会讲哦。哦，哎呀，几位，我10点到哦，10点半可以吗？OK，可以，这样就10点半哦，我们在 showroom meet 哦。哦，然后在 showroom 的话，你会做 presentation 嘛？然后你会问他，你是 prefer 高楼？或者是低楼，当然，customer 来的时候之前你要做好功课，你要给他2到3个 unit，你选给他。哦，如果是低楼的话，你选，maybe 你选2间；高楼的话，maybe 你选2间啊，3到4间这样子。但不要给他 customer 选，哦，我们选给他。好像那一天我跟 Handsome 去，我们直接选一个 unit 给他最便宜的那一间。就是5楼11号啊，就这样子咯。customer 就拿了，因为便宜嘛，容易卖。OK，说、so, 低楼还是高楼？还有就是你 prefer 2房或者是3房，要看 project。有些有 studio 的，对不对？好像我们这一个 OK，DK 的是有2房跟3房，因为现在剩下是592 square feet 嘛，for 这个 DK 的 project。说、so, 我们直接推给他咯，是2房的咯的 unit 咯，这样就比较容易做决定哦。不要问 general question，就是你喜欢哪一个 type 吗、啊？你喜欢哪一个房啊？不要这样子问哦。我们 as a agent 直接跟 customer 下决定，make decision for them。你要2房还是3房，或者是你要 studio 还是2房？OK。啊，这个是 optional closing 啦。So 第二个就是 test and trial closing。OK，就是你要 testing，我哋讲试水温啊。哦，你一定爱试水温，睇得唔得噶嘛？就是你可以问他，哎，What do you think 啊？Is this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哦，Does this make sense for you？啊，又或者啊，Do you think this view is better？啊，你要 test 他，哎，你是喜欢 KL view
还是 pool view 啊，啊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倒回这个 optional 的 closing， 因为你要问他，你要 test 嘛，你要知道他在想什么，永远要我们要问，问对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是 test 咯 ，test and try 咯，嗯，还有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可以 test client 啊。OK, so 还有第三个就是 hot button closing， 就是 when customer 讲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会比较强调那样东西啊。Let's say 啦 ，OK， 来 showroom 的两公婆，所以讲话比较多，你要 pay attention 他。好像他老婆讲比较多，他老婆会讲什么？讲到那样东西比较注重的，比较 emphasize 的啊，你要。去看咯 ，Let's say 他的老婆讲，因为女人比较喜欢厨房煮饭嘛，所以 kitchen 那方面你就讲了 ，OK， 对对对，我们这个厨房是分开的，那个煮饭在这边，然后洗手在这边，水火不容嘛，我们讲，对不对？然后你看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是 bare unit， 到时候我们会介绍一些 contractor 给你，有便宜的，有贵的，是看 quality 咯。哦啊、就是 emphasize 那边厨房那边、哦、他老婆会听，你要看他的反应，看他有没有点头，点头很重要，点头啊，如果他摇头的话就你要转咯，转话题咯，快快转咯，因为我们做 sales 这样子嘛、哦、hot button 咯，你要看 customer 讲什么，你就要强调什么，你要讲什么话咯，听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嘛，好吗？ OK， so接下来第四 assumption closing， 就是你要 assume 这个 customer 他会跟你买。Let's say， can I have your IC please？ 啊、，so 你是给 cash， 还是 by credit card， 还是 online transfer 都可以。啊、，assumption 这个问题 closing 的我们要问他几次，讲 presentation 过，讲一下，我们又问他。讲一下，我们又问他，啊，就是当作他要买了，我 at least 问他两三次、三四次这样子，啊，他什么 OK 的，有时候都是要看人嘛。Okay, 然后第五 ，sniper closing， 就是 pay attention to your client behavior， 看他的行为、他的行动。哦、还有他的 signal buying signal， 不要只是讲不了。其实啊，你看啊，我们做 presentation 哦，不要只是讲 customer 没有发言的，我们要问他问题。哦，不是一轮嘴光头塞，不用的，讲一下又停一下，啊，讲一下，我们又就带回来。哦，如果是 customer 要了 ，OK， 哎 ，C 位，这个 unit 多少钱哦？你不要跟那不要讲，不要跟上 customer 讲哦，没有，我还没有讲完，给我讲完先，不用的，直接 OK， 来坐下来，我帮你算，啊，这个 unit 多少钱，给 cashback 多少，给 DSR 多少啊，直接算了 ，OK， sniper closing， 直接 close 上 ，OK， 然后第六哦，这个很好用 ，summary closing， 那一天我跟 CY 讲。Summary closing 就是讲你写下这个 project 所有的 selling point， 越多越好，30个、40个、50个，你自己拿一张 A4 paper 啊，坐下来自己写。Let's say， OK 啊、KLCC view cashback 多少 ，free legal fees， 全部东西写下来，如果 HOC 有更好哦。VMOT 多少钱写出来啊，写完所有的 selling point 最好是用 type 然后 print 出来啊，看你 print 多少咯，10张20张自己 keep 着，当有 customer 来的时候，当做不到 closing 的时候，他还要回去考虑的时候，你给他一份，因为这个动作啊很少 agent 会做的 OK， 你给他一份，他会拿回去给跟他的老婆啊，跟他的 family 商量，
啊，你一拿出来，他当时啊，所有的 selling point 他看到，喂，不错哦，哇，这个 agent 很用心哦，其他的 project 都没有哦，啊，这个是唯一一个你可以做到的，给 customer 的这个 added value， 有 advantage， 你的好处就是在这边了，所有的 selling point 写完出来，给 customer 一份 ，OK， 嗯，然后第七。Referral closing 啊，然后 customer 看了这个 project， 他会跟他的朋友讲，你讲一句好过佢讲十句啊，系咪咁讲啊？啊，唔系 customer 讲一句，好过你讲十句，就是这样的意思。他会跟他朋友讲这个 project， 诶，大唔大？呢个 project 卖唔卖得过？好像我之前 close 那个也是，他会问他的老板。他会问他的朋友啊，然后又他会问其他 agent， 他会做很多 survey 的 ，OK， 然后啊，这个 referral closing 啊，我们就是讲，我们会跟 customer 拿三到五个号码，好像做保险有些是这样的嘛，这是保险的方式，跟他拿他身边三到五个的 number， 他的好朋友，你问他，哎 ，Mr. Customer， 你有没有五个？好朋友，你给我 contact， 我 call 他可以吗？你要问他 permission， 如果他讲可以就最好咯，然后等 customer 走了过后，你就在一个静静的地方，你 call 看他的朋友咯。哎，这个你的朋友啊，Mr. Customer A 啊，他刚才有来我们的 showroom， 就看了这个 project， 他觉得不错，他有给我你的 contact， 所以现在我 call 你一下。跟你讲一下这个 project， 看你有没有兴趣买，就约他来 showroom 这样子咯。OK， get 3 to 5 number from existing buyer， 然后就是 OK 啊，这个啊，你看啊，如果 developer 啊，他有给这个 referral scheme 就更好啊，这个就是要看 project， 看 developer 有没有给这个 referral scheme， 如果有就更好咯。OK， let's say 这个 customer A 他买了。他介绍 customer B 过来 ，customer B 买了，这样我们或者 developer 有给这个 referral fees 给 customer A， 啊，就是这样子做生意了。如果 developer 没有给的话，就看你自己本身要不要给了。Let's say 你送一个maybe smartphone 给他，便宜的啦，哈，便宜 ，OPPO 啊， 什么 vivo 什么都可以，有几百块的吗？哇，或者你看你送什么给他了，一个当做一个referral， 或者如果他不要这些东西，你可以给 cash， 啊，就是看你自己咯，你自己 arrange 咯 ，OK， 就然后最后一个，其实很快罢了啦，最后一个就是第八个 ，strike for the kill 啊，这一个那天我也是有跟 CY 讲 ，OK， 那些啊，你看啊，如果一个 project 很 hot 啊， customer call 到你，你约他来 showroom， showroom 很多人，很多 agent， 很 hot 那个 environment 那个环境，就你直接跟 customer， 哎，你选 unit， 然后跟他填 form 啊，你要有技巧，就是直接问他，哎，你的名字是什么？怎样 spell？ IC， 地址什么？九号门牌，加烂什么？哎，他会跟你讲哦，哎，这个 agent 为什么这样快的选 unit？我都还没有了解整个 project， 哦，不用紧，你看啊 ，showroom 这样多人，你都看到了，这样的环境，我给一个，我帮你选了先，这个 unit 选了先，不用紧，我等一下再慢慢跟你解释，啊，这个就是也是属于这一个 sniper closing 的一种啦，然后这边它是写 strike for the kill 啦 ，OK， 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看 customer， 哦，你要看 customer。Maybe 你之前也在 WhatsApp 的时候，之前 customer 来的时候，你已经 send 了很多 info 给他，他有 study 了啊，这样直接来选 unit 都是可以的。的把你来做，不一定要从 A to Z 的，不一定的。哦，要看 customer。其实啊，在外面很多 agency 的 agent 啊，也是有 practice 这一种方法的。Straight for the queue， 一来 showroom 就选 unit， 直接选给他，这样你就。如果 custom OK 的话，你就省下很多功夫了，啊，就这样子。So， 有什么问题吗？
有咩问题喎？来，大家问一下问题，不明白哪一个？Kevin 刚才讲的蛮快了，我不懂，全部有记录到没有啊？不就错，Frozen Steel，没有，不是快，是 as in 你们有没有跟到？OK，Kevin 讲的速度没有的很快，只是他只一次过，没有跟到的，请现在可以问一问 Kevin 呢可以问一问？OK，吗？因为 Kevin 是很用心的准备好这八个 Closing Skill 给你们的。都不明白哪一个可以问，来。我想问一下，如果是手头很紧的 customer 啦，他的薪水刚刚好可以供物资啊，这样我们要怎么样 cost deal 嘞？哦，这个你要帮他算 DSR 了。算 DSR 哦，就是他已经知道他的底线不能熬，也是很难 cost 嘛。OK，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 join in with family 咯，然后第二就是看他有没有头期给多一点，so that 那个 loan 借少一点嘛。这样你借少的话，你的 installment 就少嘛，就低嘛。其实你看啊，有一些 bank 它的 DSR 是很高，up to 90%、98%啊，你是专门要选那一些 bank 咯，就这样子帮他算咯。哦，明白，谢谢你。啊，不客气。还有吗？都整哦，好了，各位全部都听得明哦，这样听得明白，这样大家应该就可以 close 很多 deal 了，因为我觉得这八个是非常有效和有用的方法。OK，就是刚刚 Kevin 有讲了八个方法。OK，这八个方法，我希望你们 role play 的时候就可以用这八个方法来试一试，一个人至少用2到3个方法去 role play 怎么样去 close deal。OK，所以。这样你们讲没有问题，这样我就让你们开始了。所以 referral closing 是我觉得真的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去找你的 client，跟你买过屋子的、租过屋子的，都跟他讲有没有最近认识的几个人去，可以介绍给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如果你们脸皮薄的话，这样这个你们就不要拿3到5个，拿10个。OK，因为一定要做，没有做的话，你的客人就很少。这个月20号了，还没有 sales 的人，还没有 close out deal 的人。问题一定在你身上，OK，不会在人家身上，不会在你客人身上。市场是好了的，所以没有 close out deal 的人，问题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你要 harsh 一点对自己啊，我很老实说。所以 Kevin 今天有 share 了8个 closing skill 给你，适合用在所有 sales 的方法上面，就是你要做租的，刚好 sub sales 的，带他去 project 的都很有用。问题只是你们有没有 practice？所以，等下 role play 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可以 practice 一下这些所谓的这八个方法。所以，让你剩下的这10天 close deal，如果没有 close deal 的，我相信这10天你是不应该休息啊。所以，拜六礼拜我要看到你在 office。OK，对自己 harsh 一点，希望大家 get 到了。所以，还有什么问题要问 Kevin？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不浪费大家时间。我们要谢谢 Kevin，给他一个掌声，可以吗？Thank you. 谢谢各位。Thank you. OK，如果没有问题，这样子我们就到这里。谢谢你，Kevin。Okay, thank you.